基本上可以話係一模一樣。哎呀，邊個仔先係？同埋靈魂的粟米。點有幾靈魂啊 ？Pepper Lunch 最好食就係啲粟米喎。我依家整一個 sauce 啊，個靈魂 sauce。頭先又話粟米係靈魂，跟住依家又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G 大国际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多谢金主爸爸 Ivacy VPN 赞助。相信安全性和私隐度对各位观众来讲都非常之紧要的。Ivacy VPN 除了保护你免受黑客入侵、网上面隐藏身份之外，还可以帮你解锁在香港看不到的影视内容，例如 Netflix 超过1000部在其他地区的影片，或者 Disney Plus 这一类在网上面串流的平台，轻松跨区无烦恼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不需要受到国家限制。Ivacy VPN 还提供超过100个地区和5600个伺服器，俾你随时轻松切换地点，亦都可以俾你随时喺网上面隐身，避开个人资料外泄嘅风险啊！只需要一个 account 就可以同时登入10个装置，除咗手机 iOS 同埋 Android、电脑嘅 Mac 同埋 Windows 之外，仲可以喺 Xbox 同埋 PlayStation 上面用。一个 account 就令到你受到全面嘅保障。用唔惯又或者唔中意嘅话，30日内仲有退款保障。唔想错过就即刻喺下面嘅 description box 入边点下个链接。5年 plan 嘅话，每个月就只需要1.19美金，大约唔使10蚊嘅港纸。即是还便宜过饮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得到全面保障，还未有 VPN 的你，下面条 link 帮到你。这条片纯粹是一个记录来的，记录我煮饭给你吃，就是记录他做 Pepper Lunch。 这个是一个记录，就不是一个教学啦，所以大家若然看完之后有什么步骤上面你想发表啊，觉得啱定唔啱，那些就交流一下啦，留言啊，不用那么认真的，不要搞到要做 Will Smith 啊。首先呢，大家的米呢就要放在垃圾桶隔离的。喂，不要说的。放在垃圾桶隔离的。没位置啊。首先我们今天三人份，所以我们就煮两粒米啦。因为我们没有量杯。不是，我们有量杯，但是没有量米的杯。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拍酒game的那个黑度杯。咁今次就三人份量啦，大家自己預啦。咁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最近小弟亦都多咗接觸呢個住家飯，又或者自己煮嘢食啊。你好似唔係好相信。每晚都係啲 roommate 煮俾你食嘅。我有份洗碗嘅。咁然之後我見到阿 Joy 個 story 嗰個貼，無啦啦自己整 pepper lunch 啦，跟住我又要食，然之後佢話聽日過嚟煮你食啊咁樣，咁所以依家就。煮 pepper lunch 俾我食，順手拍低俾大家睇下佢係點樣煮咁解。真係好易嘅，所以大家初學嘅話都可以一起做到。咁味道方面似唔似就大家自己嘗試一下。咁而家擺落去，信心之作。O K。一煲出嚟勁撚乾。冇事嘅。哎呀，邊個仔先係？2000 years later。 咁我哋所需嘅食材咧，就以下呢啲，有牛肉啦，你可以落鸡肉或者猪肉都得嘅。我哋冇落鸡肉啊，唔知道。嗯，可以落米啊。哦。其实我三个都试过，最好味都系牛肉咯。一定要有黑椒啦。系。跟住我哋用牛油嚟起锅啦。系。同埋灵魂的粟米。点有几灵魂啊 ？Pepper Lunch 最好食就系啲粟米喎，你冇粟米就唔似 Pepper Lunch 啦。是咩？我是选择性会不落咯，如果是我就，不过咧就遭到佢嘅否定啊！吓，大家留言话我知，第一个唔觉得粟米是 pepper lunch 灵魂，虽然 pepper 系好重要啦，第二重要系粟米。大家话俾我知，觉唔觉得啲粟米好阻定？跟住仲要整个汁咧，就要有呢个蒜头、豉油。同埋蜜糖嘅，唔中意嘅話，我係加啲雞蛋喺上面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呢位客人係好中意雞蛋嘅，所以就要落嚟。好啦，咁啲飯已經得咗啦，攤凍咗之後咧就可以帶埋一邊先。頂，我買嘅時候佢話148蚊一磅，跟住我買半磅啦。百加埋40幾蚊嘅啫。真係㗎？我唔知道，我唔識啊嘛。咁半磅應該係148除二啊，即係應該74蚊啊嘛。但係102蚊埋單，係啱曬頭。咁如果你買呢啲牛肉嘅話，其實出去食會抵啲。再偷食。我個切咗啲亂咗，其實已經整咗個汁先。而家剝緊洋葱，剝緊啲蒜頭。蒜頭嚟喎。洋葱嗰边有最好，因为蒜头真系好味，所以我会多落嘅。我细个嘅时候咧，妈咪话咧，嗰啲蒜头嗰啲心系要去咗佢，因为有毒。但系我大个咗，我发觉去咗个心咧，佢得翻好少，好唔抵。吓，但系有毒喎、啊。应该冇事嘅。哇，惊青女友减分。咩？而家咪去紧个心咯。我依家整一个 sauce 个灵魂 sauce。靈魂 sauce， 頭先又話粟米係靈魂，跟住依家又好啦。
我覺得喺一碟飯裏面，大家的存在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就好似搞笑棍嘅咁多位成員。哇！你無啦啦無啦啦，做乜講埋啲咁嘅嘢？好啦，咁要落啲蜜糖落去啦。哇！落蜜糖落蒜蓉嗰度，呢個係生抽啊？豉油咯。你是一個鹹味愛好者，沒錯，原來有些又甜又鹹這樣混合，混合會令到味道更加高層次。我們去 Pat Lunch 吃的時候，那些醬是啡色，不知道怎麼做到，但是簡易版就是這三樣就做到個 sauce。 OK， 注入黑椒，注入黑椒，雖然一會飯的面都會下，但是汁呢都可以下一點。OK， 個樣其實唔似咯，但係食落個味其實係啊，個樣一啲都唔似，一啲都唔似。定係平時會拍溶埋啲蒜？我見其他啲網址教係用蒜粉咯。首先煎熟咗啲蛋先。好。咁我哋而家咧就用牛油嚟稀鍋啦，加牛油用咯，冇錯。粟米放水，好啦，依家醬啲咩啊？煎緊啲牛啊！哇，啲牛好似幾厚喎！係咯，好正喎，好正。飯就可以放落個碗度啦，喺度攬曬嘢，咁整個形出嚟。好。喂。哦，嘣一聲，個聲好扎實啊！點解佢話聲音？因為佢好實啊，真係。O K， 審上呢個胡椒粉。哦，粟米啊，你嘅靈魂粟米啊，係喎，佢咁樣睇落去已經幾似一個 paper lunch 噶啦。所以有粟米咯。喂，使乜太多啊？真嗰啲都冇咁多啦。喂，大佬，粟米田，你使喂冇啊？冇再落啊！食个粟米田咁落去，喂冇啊！跟住就夹埋啲鸡肉落去。呢只鸡肉咧已经系煮好咗啦。冇错。好方便。呢只系姑妈平时煮俾我充饥嘅鸡肉啊。O K， 哇，系咪大功告成啊？落埋啲汁都差唔多啦。咁而家落埋啲汁落去啦。因為不是鐵板，所以我喜歡在這裡煮得久一點，煮熟了先，即是要飯焦級。是啊，然後就加蛋，加我們的美蛋，是不是會篤穿它？是啊。你為了拍你的梳毛，除了一粒辣仔，你打我得。是喎，是喎。都冇影過。係喎，風都還未影好。好啦，就大家做成家。耶，好嘢，終於開餐啦。哇，好多飯焦喎，原來。OK 喎。OK 喎。好嘢。哇，聞的味咧係有幾分 pepper lunch 喎，直情係嗰陣味喎，聞嘅話。啲飯唔知道好似，但係整體嘅飯咧都比較濕身。係啊。如果啲飯乾身啲咧，咁啲味幾乎一樣，就連嗰個蜜糖蒜蓉汁嘅味道都真係好似。食下啲肉先。啲肉我覺得我買嗰啲好味啲喎。咁一定係貴有貴好嘅。好味過 paper lunch 嗰啲喎。哇！雞肉好對唔住姑媽，因為 paper lunch 嗰啲雞係生雞，然之後煎熟。咁呢個熟雞煎熟，咁比起上嚟就冇生雞煎熟咁正，但係都好味嘅。講真，個還原度係差幾多咧？假設五分係滿分嘅話，其實佢已經去到4.7分啦。哇，咁高分啊有！唯一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啲飯真係比較濕濕。如果唔係，基本上可以話係一模一樣。唔知道你有冇試過自己屋企整 paper lunch 咧？原來係咁容易嘅，即係再整得容易啊！我整得就唔容易啊！咁你哋試下，如果成功咗嘅話，都話俾我聽啦。今次條片去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啦。我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